我就马上开了，我马上，哎，我求求你，这美女，你去上街拿我的车，这样子，把经理来，副科长，把经理给我开过来。我们过来会过来协商解决的。去去上街拿钱，我去拿钥匙去，把经理给我开过来。我就往。副科长，我一个月里我经理不用。我马上。我家不是他经理，不用。他一分一分的女人，自从是夜里我的话来，是住宅的，打从外线门给我调来，甚至没事都调来，也派经理跟你有关系吗？你没有，你瞧不起。你让我看见你爱谁啊？你让我看见你爱谁啊？我是他老婆。老婆，那我老婆都不行。